当一方交生力往前进取进步的时候，吴兆光运用寸步将对方摔倒，这是慢动作。好，我们进行快动作演示。这个步法呢，是在我们二路拳里面的伏虎所出现的一个腿法，这是一种绷腿的应用，又是寸步的一种形式。下面再由吴兆光和焦胜利进行套步的演示，由吴兆光进攻。接下来再由焦胜利进攻。这种一寸一套的步伐，当我们与对手接触的一瞬间就可以施展，希望大家勤加练习。另外，红拳还有一些腿法的练习。腿法一般分为蹬、踹、跺、